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庄。从房车上起床，已经被围观了，不能起啊。然后现在拎着洗漱包来洗漱，空气真是不错，凉凉快快的。这边已经停满房车一系列的了。这还有个头发，昨天晚上这边有个。新全顺房车呀，还是房车呀？开走了。早上来个拖挂。老多车了。嗯，你发现你被围观了？没人认识我。哦。车被围观了。嗯。人没人认识。问问这车多少钱，耗油量怎么样？咱们现在出发下一站。出发吧。嗯。走了，我们要离开这个停车区了。刚才用导航搜了一下，有一个海南环岛旅行公路，旅游公路。嗯。看看什么样，宽不宽？咱就上那儿瞅一眼。行，它那个就是紧贴海边，就有点像，就是这条道是道，完旁边就是海。对，沿海南岛一圈。对。它就叫旅游公路，那咱俩旅游了，你不走旅游公路说不过去。所有车道都可以通行，保持直行。为您提供北斗车道及导航。就昨晚这停车地方，嗯，好是挺好，就是声太大。旁边有一个酒吧。对，叮咣叮咣，你知道几点完事儿的吗？三点。4:30呢，那时候我还没睡着呢。3点钟我给我震醒。哎呦我天哪，太吓人，真的相当是嗨。哎，那他旁边住那居民不投诉他吗？那咱不知道了。完，我叫大醒一觉，醒了震醒了我就睡着了，没啥事儿。我看昨天晚上停那些房车，第二天早上全走了。都没睡好觉呗，上别人这补觉去了。这是不是咱们那个公园正门？对呀、啊，停车的公园正门。也是。老大了。显示我们现在已经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上了，旁边就是海呀，真是。都是树林子呀。苞米地。苞米地，完了村子，道可是挺长的。那不是苞米，啊，水果。沿海南环岛旅游。是我说的苞米地吗？继续行驶1.2公里。对呀、啊，这树林子，看看这里头，一点水也没有啊！别着急，一会儿总能看见的。看看，这块算是挺窄的了，到前面就又宽了，是不是？不对劲儿，这是啥呀？按道理说这块都是海。按道理说这块都是海，不能啊！正常要是在这条公路上就一直往前走，向左后方行，但是我们准备还是上那个正常的道。这条道吗？对对对，我们准备还是还没到呢。啊，我好像还有一段呢。前面走，那我就不知道。反正就是还是回归到正常那个高速上。这酒吧海南环岛高速。对。现在这个旅游公路这个没啥大意思。嗯，这没什么那啥，全是这样的。回到正常高速上行驶去。这块是一个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给大家瞅一眼啊。这是一个这样的，我们需要在里头这样绕一圈。其实正常从这儿直行就过去了，我在这绕了一下。拐过来之后就是这样的小道了，会车是相当的费力。哎呀，这能过去吗？从这边拐。拐弯回来也挺手。绕一下，这里迷路。也不算是迷路，主要是他占道了。有一个那个装木头的栈道了，是吧？嗯，这什么地儿？这个利朗村，荔枝的荔，朗读的朗，利朗村。人，你看人村外面这大墙还挺高的。应该是这么绕，是吧？嗯，应该是。上利朗村转一圈。导航现在都懵了。导航懵了，不说话。懵了。好像上山了呢，好像是。导航现在都是一动不动的状态。
在前面走门的大货车。哪个大货车？那个吗？嗯。那还能开吗？那个？这古老。哟，这是咱们这可高啊，这车。这个车应该是好久没开了吧？对劲儿也不对劲儿。从村子里绕了一圈又回来了。对。没看那个大门。支什么？支250米后。在道路尽头右转，立直的直，反正是一直的立。我说这大门这不村子两头一面一个的，一看是同一个。对呀、啊，在村子里头绕了一圈，走了一圈小道，又出来了。是不是不应该从那个即将在道路尽头右转织补村的大门那块进呢？那个小车也挺右转进入128巷道。这怎么整？他这一直在这捡这个。对呀，咱也过不去呀、啊。什么玩意儿？看看他站的地方，就剩一丁点了。他什么时候能插完呢？他可能去交涉去了。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他说从村的大门进去之后直接左转。进去之后直接左转。对。然后有一条水泥路就能绕过去。还得上那个村里。再上这个织补村走一圈。利朗村。啊，利朗村啊。织补村。瞎起名了，我在这织补是哪儿啊？不知道啊。那怎么哪来的织补这名啊？你说的呀。利朗村啊。嗯。那是荔枝的荔，是不是？对啊。走吧，还得去利朗村。700米后掉头，别掉头了，李雪琴。李雪琴都已经懵了，从村子大门进去之后，左手边头有条水泥路。啊、嗯，咱这回看看吧，咱进去之后直行了，是不是刚才？对。在小村子里丢失了，迷失了。哎，前面的车可能是。前面车也有点懵。啊，他在等咱们呢。嗯、是吗？啊、嗯。哎，这么讲究。左手边有条水泥路。是不是这条路？他等咱们呢。啊，从这儿。啊，咱们是直行了。啊，这儿。挺好，这个。啊，海南人民多热情啊！在前面都不认识，等着他们。对呀。哎呀！完了，对象还来车了。快看！他要往那地里扎呢。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有缘才能相聚，有心才会珍惜。你在这等着吧，我们上前面去瞅一眼去。其实道没多远，就是怕有车呀，一会车是真费劲呢。咱有这功夫都等那个抓木头就抓完了都。抓的甘蔗呀。有难必然同当，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。好了，我们基本上探路给他探到头了。哎呀，这不来了吗？这不，你先走吧，先走，一会儿再顶上。别管我了，这个时候就。堵了两圈道，得到一根甘蔗。啊，也是甘蔗。嗯，他堵咱道了，完给咱指挥。嗯，然后咱那个小道太窄，对象来车，咱就倒出去了、嗯，是不是？对。本来那个是海口的车，那个穷 A 嘛。嗯。那个应该是个蔚来那辆电车。嗯。他首先到的，
他到了一，他首先往那个苞米地里扎，不是苞米地，就是那个甘蔗地，甘蔗地里扎，扎进去之后发现不行，正研究怎么给咱让道呢，后面就顶上去了，是不是？顶两台，一共三台车，我一看不行了，咱往后倒吧，因为咱离那入口也不算太远，虽然车比较大，然后咱又倒过去了。然后你已经把事说明白了，是不是？到时候你们又到那个路口看看，别过来车，让咱们先过去。对。啊，然后挡到那个。扎甘蔗那个。对，那个地主吧，应该叫。啊。啊，完了给咱一根甘蔗。对，让咱多拿，咱没多拿。啊。咱也没有刀啥的，整一个意思得了。意思。给海南加一分。嗯。又出现一个小插曲，搁道中间卸上土了。道中间卸上土，大铲车来推土来了。嗯，你这个道选的比那刚才那个海南有没有意思吧？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有意思太多了，真的。那个就是一门开，没啥车，我这是全是事儿啊。你这个一公里之内就有一个小故事。一公里之内俩事儿。来把镜头给我，从这儿就能看到铲车在前面铲土呢，挖掘机、铲车、翻斗车啥都有。后面还有车等着呢，那台车呢？后那边也有，对面对向也有车。啊，他等他指挥呢。他的镜头放大不了，行。放大也放小，放不了特大。别放大了，等着我。要不我上一线就给你们录下来。你这戴个安全帽，完你再加。上。戴个工作证，你就直接就在那上班得了。对向通车了。嗯。有个人在那指挥，他一摆过手，那个车就过来了。我等他摆过手呢。你等啥时候去啊？等一会儿呗，这个玩意儿就不着急。实在不行，咱在这儿睡一晚上。对，他都得给咱们赶紧请出去，太占地方了。第一现场，施工第一现场，有小庄记者前面报道，前面这个本田雅阁可能烧机油了，冒烟了是吧？嗯，这是哪代的雅阁？这是，我看啊，这得是2006年的雅阁左右。嗯，人马后面还呼呼冒烟。OK。OK， 过来了，成功通过。天，前面什么情况？堵车了。都堵得也太远了。海口方向嘎嘎堵。就是，好像都是不是离岛的都是？应该是。这都正十六了，正月十六了，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了，这圆不出去他们。他们都在这堵着呢，咱是三亚方向。咱先上三亚吧。怎么错峰也没错开哈？嗯。他们可能也想错峰。对。咱走着看看啥样。咱走的时候估计是人都上班了。都稳稳的上学上班都开始了。实在不行咱把车放海南放三亚，然后咱坐飞机。坐飞机太贵。啊、明年啊。太贵。到时候就不贵了吧。那不知道，四月份应该不贵了。前方汇入主路。终于上了这个G98海南环岛高速。对，早上要是走这条道的话，早就到了。但是不行，走这种旅游线路吗？那旅游线路真的挺那个，挺素的，反正挺幽静美好。就是骑自行车、徒步啥的行。对，开车其实也行。嗯，挺好的，挺幽静的。啊，这面也是。除了高点没啥气儿的感觉。你这个幽静这个词儿让我想起了那个以前人家夸人、嗯，就是实在没啥夸的了，说你这人真实在。北京东北话，你这人真实在。继续行驶210。完了，你要长得不好看嘛，就说你长得真白。啊。就好像没啥夸的了。硬挤出来的。挤出来一个词。对。